大家好，我是车长先生。今天我们要去见见来自白垩纪和三叠纪的乌龟，所以跟我一起坐上恐龙火车吧，全部上车。哇哦！吼吼！你们得先指出一个不是恐龙的动物，我先开始。那不是恐龙，是条蛇。那不是恐龙，是只青蛙。看啊，一只蜻蜓。那不是恐龙，是只蜻蜓。哦，我本来选蜻蜓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这块岩石不是岩石。你好，我是异小龙泰尼，他们是小唐、巴迪和山尼，你是谁？我是河龟亚当，是只乌龟。哇哦！所以这表示你不是恐龙。对呀、我不是恐龙啊，我是只河龟。哦，好诶，他不是恐龙。这是我们正在玩的游戏。你把你这部分叫什么？那是我的壳，漂亮吧？哇，你的头如何全部伸进你的壳？我们河龟能伸缩，就是能把头伸进去。头是可以伸缩的，可以伸缩，好棒的字。哇！哇，真是太神奇了，亚当。也许我可以把头缩进去呢。